Hello， 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来了来了来了 UP 主车车。众所可能不周知，在我的视频合集里面呢，有一个专门给我的儿子阿童木设置的组合，而今天这个大家庭呢，又将迎来新的一员，他就是滨崎骏木出品的阿童木觉醒时刻。之前出品的阿童木半透视机甲呢，感觉备受好评哈。那这一款作为格纳库的题材啊，据说呢灵感是来源于动画当中茶水博士复活阿童木的情节，那他的表现又会如何呢？别雷落寞，马上开始找儿子。例行公式，盒子呢先转一圈，正面高清写真，背面玩法细节，标重点，官方授权。两盒分装拼在一起呢，就是一个完整的造型。多少块好像没写啊，总共30袋零件，但都不是大体积的，感觉几个小时就能结束战斗。那说明书的第一页和第二页呢，是整体设定的一些功能简介，印刷质量呢相当的好，感觉说明书啊都可以作为藏品入柜了呢。那详细至保姆级别的分袋说明，竭诚为您的造额过程排忧解难。底座的拼装这一部分呢，一下子啊就去掉了55%的进度。先来说一下大致的感受哈，砖体之间的缝隙控制的呢，比起前座啊有了进一步的提升，倒角呢也都非常的圆滑不割手。不过呢，银色部分呀看起来不像是成型色，可能会有刮花掉漆的风险啊，这一点需要小心。那所有带图案的零件呢，竟然都是印刷件。正面的名牌跟原作一致，将阿童木名字的含义呢展示了出来。旁边的操控台和屏幕呢也没有马虎，上面的高压电部分啊，应该呢是专门为这一次作品开发的异形件。右侧的各种操作杆和指示灯啊，用上了色彩斑斓的零件，透明件与各种喷银件的结合，科技感十足。印刷件自然也不能少。放大仔细看，印刷的质量比起某国际知名大厂可以说是不遑多让。那这个管道啊，除了装饰以外呢，还充当了抽屉把手的用途，打开呢就可以收纳一些零件。再往右走呢，就是一个散热器的装置了，风吹的情况下确实可以转动起来。毫不意外，这一面啊也有印刷件，背面呢即使平时不怎么看得到啊，也要有印刷件，简直细节狂魔了。再来呢就是操作台，可以活动的操纵杆，印刷件还是印刷件。重点来了，没有重复，即使是看起来相似的图案呢，也都是有区别的，明明可以重复利用，却依然做出了区分，走心了。操作台里面的透明颜色键呢，看起来非常的带感，可惜底下这一部分的黑色挡条安装起来呢不太严实，把玩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磕碰掉键。那底部中间一圈啊，竟然也是印刷键。站台呢可以伸缩收纳，方便茶水博士投篮的时候藏起来。那说到人仔啊，必须得提一嘴这一套里面的阿童木和茶水博士了。涂装和还原度方面呢，乍看之下我倒觉得可以接受，毕竟是积木嘛，不能和手办成品的标准看齐。不过单独开模做两个人仔出来，我觉得啊是非常用心的。阿童木的胸口和左腿呢都可以打开，露出里面的机械细节，多出来的零件呢正好可以收纳在刚才藏硬币的地方。而茶水博士的头发呢，甚至啊还可以拆下来当成耳罩使用。不过这个比例是认真的吗？天哪，阿童木你可真高。再来就是休眠舱本体和面板部分了，那最显眼的呀就是这个硕大的休眠舱了，高透一体式推拉舱门，让儿子可以高枕无忧睡个好觉。大面积印刷件点缀，满满的科技感，底部各种电缆环绕，氛围感十足。而且啊还有人体工学设计，可以调整舱体角度，就是这个角度啊感觉小了一点，多一个把玩的地方聊胜于无吧。孩子好动没关系，舱体背面温馨设计了隐藏式收纳，可以左右各自延伸出两根机械臂，方便在适当的时候按住。尽管短了一些，但还是可以对熊孩子起到一定的震慑效果。新增的状态面板呢，可以让您在操作的同时啊，实时直观的看到孩子身体的各项参数，前提呢是鼻子不能太大。
祖传不要钱的印刷件，环绕的 16K 超大显示器，还能够切换您所需要观察的数据，给您和您的孩子带来10086度全方位的贴心呵护。如果还嫌不够啊，本套还有附属额外的机械臂两根，那这两根的话呢，就真的是硬货了，贴身照料您的孩子的每一寸肌肤，时刻保证娃的健康成长。那最后，让我们来注入灵魂，给这一个豪华育儿，给这一个阿童木装配台进行点灯仪式，一起来看看最终整体的效果吧。总而言之啊，我个人觉得拼奇面对这一周的诚意呢，还是有目共睹的。单独开发零件，拒绝反复利用的印刷件，以及在方寸之间尽可能的考虑玩法与展示的丰富度。而且呢，这一次首发版呢还自带灯光，无论是从观赏性还是把玩度来说呢，都更胜前作。毕竟本体呢得有场景的加持，才会显得更加的有灵魂。说一千道一万，不如自己买买看。红了，给我送收工啦！我是车车，记得要给我点赞、投币、加收藏，数字3连哦！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